今天我们来到了磐梯镇酒厂，要来参观造酒。然后这边有两只可爱的狗狗，是秋田呢，黄金跟秋田。这跟我想象的酒厂有一点差距。对，这我们来跟酒厂的老板一起来参观酒厂。哦，平常是不能让你随便看的哦。哦，酷哦。哎，它有一个清酒的那个香味。米香，和醸酿酒というのがうちの会社の社訓でございます。趁机来分享一下，刚刚社长还有讲说，上面这个匾额上面的社训哈，然后从右边念过来的话，叫做和酿良酒。就是和就是日本的意思，对，就是说以日本的大和精神制造的良酒。所以呢，三分之一くらい，三分之一，本当に本当あそれです。然后这句话也可以反过来讲，就是良酒酿和，就是说好的酒可以丰富我们的人生。对，这是他们的社。中文没有，中文其实是酒良，酒好了就会酿出和，它的顺序是这样。啊 ，OK， 中文是这样。好 ，OK， 那在我们 David 的坚持之下，总之就是酒很棒，就可以丰富我们的人生。OK，OK，OK。哎呦，它这个酒带点淡淡的酸味，然后谢谢。酸味的后面呢，有一点点它那个所谓的日本酒，它所谓的新口出来。然后我自己个人是觉得心口呢是可以带出那个整体日本酒的那个香气，就你喝出来之后，你整会有那种回香，不能说回甘，是那种回香的感觉。这也是日本酒一个很有魅力的一个地方。因为我要开车，所以说不能够喝，你知道吗？我个人坚持一滴都不沾啊。然后可以，啊，很香。我讲我不能喝，我不能够乱讲话，但是我跟你保证，真的很香。是粉红色的，因为它这里面所使用的米呢，跟我们一般的酿酒的米不一样，它是用古代米，而且是用那个玄米来制作，就是外表是那种黑色的米哦，所以才能够酿出像是这种奇怪的颜色。然后至于味道怎么样呢？我们来喝喝看吧。被模仿，被模仿。刚刚分享啊，这个啊超级便宜哦，这个汇金音。还是念快啊，好，汇金银，对，汇金，那这个只要660，660一罐。然后刚刚那个纯米大银量是2400，2400，对。然后大银量是就是清酒最高等级，对，所以就比较贵。我们酒厂老板决定给我们穿一下他们的那个员工服，体验一下这种感觉，对。好，我现在准备好换衣服喽，嘿，穿好了。这个是他们蓄水用的水槽，然后都要持续经过国家政府的水质认证检定。这个是洗米的机器。ここにこうバケットがあって、お米をザーッと入れると、チ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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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となってって、ここでこうガ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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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是当初把米放在这边，然后他慢慢运上去之后，然后经过洗啊的程序，最后从那边出来，然后就是用这大桶子装，就等着发酵酿酒。この下にあの重油バーナーがあって火をつけるとここであのお湯が沸きます。でお湯の蒸気で蒸し上げます。これも掃除して終わっちゃったんですけども、ここに蒸し間を入れると、ベルトコンベアで流れていって、でダクトで、空気で冷やして、
こっちに出てくるときは、5度ぐらいまで冷えてます。这个机器是，它因为刚酿出来的那个酒东西很热，它这边要冷却，然后到这边处理。ちょっと質問ですけど、なんかこれなんかメーカーとか特に載ってないので、メーカーああるんだ。長田醸造機械ここです。这个是永田酿造机械。でちなみに、なんかかなり年代物ですね。はい、これは、昭和38年。哦，这是昭和38年。那我是58年生，然后今年40岁，再加上20，这台机器50岁了，是吧？60年前。啊，60岁哦，我数学真差，我数学真差，对，差到我自己都觉得很有趣。对，其实，まあ、仮に現在の価格、新品として注文すれば、何百何千、300万か500万か。あ、そんなに高くないですね。そんなに高くない。構造簡単ですから。ベッドコンベアとあのエアでダクトで引くだけです。对，老板说这台机器如果现在订的话，大约300-500万。对，没有想象中那么贵。对，他说只是构造很单纯的机器。面白い。多少？你相信？对，陪着同事，哇，这不得了。是。これ落ちたら死んじゃいますよ。で、まあ、冗談話ですけど、例えば、まあ、携帯落としてこれダメになって、損失は？およそこれだと、まあ、200万。200万ですね。車一台。そう。那个阿伦现在拿着 iPhone 14 Pro， 如果万一他上去手机掉到这个桶子里的话，老板刚刚说赔大概200万就好了。那是轮老板。这个不是每个人都可以体验到的。真的。哎，这个一般是禁止参观的。好，各位大家来，带大家去参观一下。我好像更难的。还蛮特别，超想拍给大家看。好，等一下哦。那你要拍吗？来，主管，主管。土足严禁，我今天上去一次，没关系，我的。ひもついてます。ひもついてます。这是送手机的。哎，那我递手机吗？不要。递。哦，各位，我们可以体验一下搅日本酒。哎，等下这很像。豆浆还是什么？对，像豆浆。对，大家可以仔细看它那个，真的超多泡泡的，有没有？然后可以看到一点点那个米的渣渣。哦，你说谁渣渣？你こんなに立派な蔵はほとんどないです。对，大家比较想说，觉得说这个酒帐啊，小小的哦，它这个上面这个梁柱啊，这么粗这么大的。这木头很难找，对，就是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厉害的酿酒厂，对。哦，这边在酒帐里面呢、啊，有一个祭祀酒神的一个叫什么小祭坛吗？对，好，然后很妙、哦，它上面呢、啊、有贴一个云，对，为什么会这样讲呢？因为说其实这个上面二楼还有办公室，那有人在那边工作，对，然后那不可以说。人类在神的上面工作，所以说这边贴一个云，代表说哦，好，这个神是至高无上的哦，然后上面是云这样子，对，一个很有趣的一个小用心。啊，这个另外一个酒造，这个很像，该怎么讲，豆皮吗？哎呀，等一下，啊，意思搞，嗨，哦，我也。我也拿到棒棒了，我也要来搅拌了。那请帮我拍一下。哦，好有趣哦。
然后我去，哎、欸，你好，超级香哎、欸，草莓，草莓的香味，真的，我们真的没骗你，我是完全不喝酒的人啊，对啊，但是我觉得，哎、欸，有草莓的味道哎、欸，你不觉得吗？真的快点那个，一次过的牛一个吃，嗨嗨嗨，那是，一次过，예전에，삭산이소아밀삭산이소아밀という成分が出てますが、あ、それがいちごの匂いと同じ。そうです、そうです。え、他那个老板说，这个千酒它产生的化学物质是跟草莓的香味是一样的，所以说你才会觉得说，哇，怎么是有草莓香味？哎，你看，来，我要拍一个那个泡泡。对啊，它这样搅之后，它会也泡泡会产生。これあのよくよく会議してもらって。実はね、これ、ろ液を取んなきゃいけないんですよ。ろ液を取るの。よいしょ。よいしょ。よいしょ。好哦，有够草莓！我现在觉得整个人泡在一个草莓浴缸，你知道草莓三温暖里面那种感觉。よいしょ。小勺子，哎。これ定期検査？は、そうです。毎朝。啊，每天的仕事。每天早上都要确认一下那个酒的品质。これ職人さんが味見する。分析します。あ、味もそうですけど、はい、アルコール分とあのブドウ糖の糖度を測って。はい。这不只是老师傅要亲自品尝去确认味道，其实还是要送到实验室分析说。它的酒精含量啊，葡萄糖的含量啊，等等的，是很科学的做法。哇，すごい！これとこれが、すごい！あれです。啊，これが、なるほど。で、これが、これです。哦。で、今乳液を取って、あの発酵状況を確認するという。啊，是确认发酵情况。我们再到酒窖的二楼。哦，好陡。好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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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陡！哦，这楼梯，哦、这楼梯没有每天走会摔死人。呀，可爱，就是可爱。で、それをお米の中に入れると、お米の中のでんぷんがブドウ糖になって、そのブドウ糖を酵母が食べてアルコールになると。なるほど。なんとなく。いや、実は分からないんですけど。専門用語が、あの連発で。我说把那个米曲加到里面，然后就会把淀粉转成葡萄糖。对对对对。对，然后对，然后发酵，之后再加个什么，之后它就会变成阿鲁可鲁。对，它就是先变葡萄糖，再变成阿鲁可鲁，就是会慢慢先发酵。它这边做那个菌，应该是菌吧？对，就是酵母菌。酵母菌的，他就先生养酵母菌，好懂。养出来之后，把它丢到酒里，丢到米里面去发酵。哦，平常这个房间呢是不可以让外人进来的。那今天是因为他们已经工作做完了，那他们在工作开始之前会做全面的消毒，对。然后在工作期间的话，是绝对不能有任何人，除了工作人员之外进来，对，只要保持完全干净的环境。作業員も全部手袋をして作業するようにして。直接は触らない。我刚刚就在想说，哎，这个空间这么大，为什么呢？好，因为刚刚在这个小房间发酵完的东西呢，就可以直接地板一个板打开，就是下面就是那个酿酒的那个槽，然后好有趣哦。他们说这边一袋一袋的啊，里面是塑胶米，但是塑胶米呢，就是说他们在蒸米的时候，其实他们会先放一批米在最下面。然后让等于说只有蒸汽是蒸到真的米，对，不会说太过湿这样子，就是一个调整的手段。哎，那请问一下，到底是挤什么东西？我们刚刚那白白上有泡的那个吗？哦，那个是会把它装在这个里面，对对，哦，然后再像这样把它排好，上面的浮泡把它捞起来，然后就把汁挤出来，就把它对，然后之后等它重物把它压，它清酒就会出来，然后留下那个渣渣。啊，就是我们在常在日本酒店看到卖那个什么，那种酒粕对的东西，那个就是榨出来之后的渣子。啊，好 ，OK OK OK。请问一下，你在这工作多久了？哦，这不好意思，我是第六代。啊，第六代，下一代。Schedule 很可爱，这是他们的行程计划行程表。对，好像这个时候是休息日，然后今天要干嘛？哦，今天要酿什么东西？要做什么事情？对，都写在这边了。很可爱。45号タンク、41号タンクを
洗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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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これを見ながら、じゃあ今年はどこに行こうかっていうのを考えながら、なるほど、はい、それが励みですよ。为什么会贴在这边呢？就是因为哦，这工作辛苦归辛苦，对，但辛苦当然是有甜蜜的果实的。就是他们会把他们历年来的员工旅游，哦，现在还去冲绳玩，哦，然后就写在这边，对，然后那员工就是可以放松，哦，然后那当然清酒喝到饱，这样子。刚刚老板分享说他们的这个小小的一个酒厂。一年大约生产六万瓶，对，然后每年都卖光，对。那最近就是可能时代演变了，还有一些像说肺炎影响啊，那就是需求量可能没有那么大，所以他们转型说，还有他们要更追求品质，就比起说量，那质更重要。像这样子很漂亮啊，哦，这有限定地名，然后又是粉红色，好，哦，然后银华。然后这样一罐才660，对，然后这些都很便宜，都很适合说买来当做土产，对，即使你自己不喝，买来送人也很棒。我们现在来到这个店家的门口，那往右边一看，这个就是盘梯山。好，进来看看。哦，很可爱啊，哦，卡哇伊。哇，卡哇伊，卡哇伊！我发现他们这边介绍的小册子吗？哦，不对，这是当地的那个旅游的介绍。对，我们刚刚参观的地方，然后老板在这边，然后这是专门做特化型的清酒的一个。小酿酒厂，很有趣。我们阿伦跟 David 马上当起了顾客，对，直接买。然后阿伦还买了一个那个钱挂，买卡克，对，可以当围裙用。他们应该是不会有人的。大概。还有大便呢。啊，先来，先停。汪汪。不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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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爽，真的很棒。我们现在来到朱苗带湖了，然后丫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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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知道，感觉很好吃。Hello。哎，他在保暖吗？他在。要来搭这个龟龟船，它要卖一个很可爱的小吊饰，300块。对，然后这边搭一个人的话是1500，对，小朋友的话是750。然后那个龟龟头，我刚看到很可爱哦，它有睫毛哎。今日は風がなくてよかったです。啊，いいね。風がなくて。龟龟号，你看小大龟。身上还有一个小龟啊，好啊，大家気をつけてくださいね。哇，哎，哎呀，哎，里面很暖呢，喝酒啊，哇，一个小吧台，好有趣哦，好暖哦，好，我要坐在这边，我不要走了，这边是一个好地方。哇，
哦，来，大龟龟上面的小龟龟，还端了一杯咖啡这样子。其实船很稳啊。哦。前面有小龟头跟大龟头。其实外面蛮冷的，还有残雪。对啊，但是因为船里面的暖气开很强，对，所以开一个窗，吹吹风蛮舒服。另外一边的话是盘梯山，远眺。有那个龟龟跟天鹅，很可爱。好，要跟龟龟说拜拜了，拜拜。我们今天晚上住的地方是新野集团的饭店，温泉饭店。大牛牛，哎，好多大牛牛，好可爱哦。对啊，然后这是我们第一天滑雪的地方，就滑雪后面的饭店，太赞了。欸，可以骑牛哦，可以骑牛哦。昨天不知道怎么失眠，可能玩太开心了吧，今天很没精神哦。OK， 哦，进来房间啦。果然一贯的新野集团式的豪华感，而且可以直接看到外面的雪景。很爽的耶，对，好赞。来滑雪的话就住这里，然后第一天到就好，然后隔天早上起来就冲去滑第一趟，然后滑累了回来洗个澡休息一下，再去滑第二趟，这样子。OK， 颇宽敞的浴室。开心。好，带来吃晚餐喽。